amongst whic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ixt those born of real things and those born of inward dreamings. Who knows the end? What has risen may sink. 当你凝视着深渊，深渊也凝视着你。这句尼采的名言完美诠释了克苏鲁神话。它的创造者就是知名恐怖小说家霍华德·菲利普斯·洛夫克拉夫特。以下的创作主题都是所谓的宇宙主义，其概念就是人类的心智无法理解生命的本质，宇宙对人类来说是陌生且非常残酷。大家一定对克苏鲁神话不陌生。在许多电影、游戏、小说、影集都出现过。洛夫克拉夫特在世时名气很低，离世后开始爆红，成为现今最具代表和影响力的恐怖作家之一。连史蒂芬金和伊藤仁二都受过他的启发，史蒂芬金更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恐怖作家。那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是什么？其笔下的克苏鲁神话又如何让人着迷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。本集影片上半部会讲述他的生平故事，下半部开始讲他所打造的克苏鲁神话。克苏鲁神话的设定和他的小说会在一集一集跟各位讨论讲解。欢迎收看这次的次元图书馆，找个位置坐好，请听我娓娓道来。霍华德·菲利普斯·洛夫克拉夫特在1890年8月20日生于美国普罗维登斯。他爸爸是个珠宝商，妈妈是个家庭主妇，家境可以说还不错。但在他3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在远门出差时于芝加哥的一家旅馆精神失常，随后被马上送往他家乡的医院，在那边待到1898年过世。洛夫克拉夫特一直认为父亲是工作过度导致神经衰弱，但现代医学表示他爸爸是死于麻痹性痴呆。而在他爸爸住院后，洛夫克拉夫特就有妈妈、两位姨母还有一位商人外祖父照顾，五人就住在一栋房子里生活。洛夫克拉夫特从小就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和天赋，他3岁时就能背诗，6岁时就能写出完整的诗。同样喜欢文学的外祖父也经常推荐他经典文学作品，时不时也会讲述自己编的恐怖故事。就在外祖父的恐怖熏陶下，洛夫克拉夫特也爱上了怪奇小说，甚至他妈妈害怕这些故事会被造成不良影响。但洛夫克拉夫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其中有些还是轻微的身心疾病，这让他在8岁前都无法到学校接受教育。这期间他都在家里大量阅读，再次加深了他对于文学的兴趣。他也于1899年开始在自己编辑出版科学恐报刊物，并且小时候患有夜惊症，他坚信自己是被暗夜幽灵攻击。这段经历也成为他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。但在1904年他的外祖父去世了，这对洛夫克拉夫特是个巨大的打击，并且他对外祖父遗产处理不当，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困难，让他压力大到一度曾想自杀。但坏事还没结束，他妈妈在1921年也离世了。在他妈妈离世数个月后，洛夫克拉夫特参加了一场记者会，在会上遇到了索尼亚，两人一拍即合，于1924年结婚。婚后搬到纽约布鲁克林，他的姨母不是很赞同这门婚事，因为他们不希望洛夫克拉夫特娶一个商人为妻，而索尼亚是衣帽商人。但很快两人遇到了财务危机，索尼亚就把衣帽店变卖，但还是无法解决现况，两人的收入还是无法支撑家庭开销。索尼亚只好前往俄亥俄州工作生活，洛夫克拉夫特继续留在纽约找工作，他也开始慢慢对纽约产生厌恶之情。在分居数年后，两人不想再成为彼此的负担，决定平静的离婚。而洛夫克拉夫特也回到了普罗维登斯，与姨母一起生活。回到家乡这段期间是洛夫克拉夫特产量最高的时期，也写出了许多名作，例如《疯狂山脉》。但此生注定悲伤的他，在搬回家乡不久后又受到了有人自杀的打击，在1936年也被确诊出肠胃癌。他忍受病痛的折磨，直到1937年才离世，也在确诊那年写出了最后的作品《猎黑行者》。
洛夫克拉夫特到死都只有一点名气，这让他一生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稳定，直到死后才爆红。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的父母葬在家族墓地。在后来的1977年，洛夫克拉夫特粉丝团帮他重新修建墓碑，上面有名字、出生与死亡日期，还有一段话 I am Providence。 洛夫克拉夫特在现在已经成为恐怖的代名词，尤其是他亲手打造的神话体系克苏鲁神话，影响了全世界无数的创作者，也成为现代令人着迷的神话体系之一。不管是游戏、电影、小说、影集、动画、漫画，都无数次的出现洛夫克拉夫特式的恐怖，也就是我们影片开头提到的宇宙主义和克苏鲁神话。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绪就是恐惧，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就是未知。洛夫克拉夫特在这点上把握得非常好，他在恐怖文学中开创了另一种让读者恐惧的方式，就有点像是一款恐怖游戏，从头到尾鬼都没出来吓你，但你从头到尾都怕得要死。而且他着重于主角的心境变化，不是鬼怪的描写或恐怖的情节。而克苏鲁神话是什么？我们接着看。克苏鲁神话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，第一是洛夫克拉夫特还在世时所亲手打造的，然后是离世后的第二时期，由作品版的继承人奥古斯特·威廉·德雷斯继续。现在讲讲洛夫克拉夫特的时期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人类在宇宙是非常渺小，甚至神明手一挥就消失的存在。所有作品都有出现克苏鲁神话中的神明，而他的作品都是故事的主角们开始感知观察到世界以外存在的过程。他的故事也强调着一点，甚至是写开头，我认为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是人类的思维无法将所有内容联系起来，具有有限能力的人类永远无法理解宇宙，若是亲眼看见的话会造成认知失调导致精神错乱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常听到的限值。而这个概念是后来作用克苏鲁的呼唤所衍生出来的，而洛夫克拉夫特并没有给克苏鲁神话明确架构，有人就试图将其分类，也有人认为洛夫克拉夫特本意就没有创造一个受规范的神话，毕竟未知的神秘感才符合他的克苏鲁神话。接下来就是第二时期，洛夫克拉夫特离世后，由版权继承人德雷斯继续打造。德雷斯将洛夫克拉夫特所有作品收集起来，并且依照原有设定开始分类架构克苏鲁神话，并且发展了克苏鲁神话的善恶论，还将旧日支配者加上水、火、风、地的四大元素。我们最熟悉的克苏鲁就是水元素，在德雷斯所完善的神话里，火与地敌对，水与风敌对，与大家最熟悉的水对火、风对地不同。而经过德雷斯的完善后，我们得到了几种神：外神、旧日支配者、古神、地球古神。外神为克苏鲁神话的最高神级，他们通常代表着宇宙运行的力量，其中阿萨托斯又是外神中的最高神，称为盲目赐予之神，原初混沌之源和魔神之手。他的形象是黑暗又混沌的巨大沸腾肉块，他是整个宇宙和人类的造物主，只是这一切都只存在梦里。也就是说，阿萨托斯现在正在沉睡着，而他所做的梦是宇宙的一切，小至分子，大到宇宙万物，只是他的一场梦而已。而当阿萨托斯苏醒之时，就是宇宙和我们消失之时，到时会进入阿萨托斯存在。根据德雷斯的设定，在古神大战中，阿萨托斯被古神剥夺理智，被封印在宇宙之外的混沌中心。但在洛夫克拉夫特的设定中，他本来就是个知性和灵魂都没有的盲目赐予之神，身在宇宙彼方的混沌中心宫殿之内沉睡，只能依照本能的疯狂敲打无形的巨鼓，吹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长笛，身边伴随着其他神奇的疯狂吼叫和歇斯底里。如此无能又毫无理智的神居然是个宇宙支配者，完美呈现了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宇宙。而旧日支配者是宇宙中强大又古老的存在，是第二强大的神级，虽然说排在外神的下面，但是外神比旧日支配者强大比较是天差地远的。而旧日支配者最有名的是我们熟悉的克苏鲁，称为沉睡之神、拉莱耶之主、伟大克苏鲁，形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，头部是章鱼，脸上有无数根触手，手脚上都有巨大的利爪。他正在南太平洋的海底毒石拉莱耶沉睡，当群星达到正确的位置时，他将会苏醒统治世界。再来是古神，在德雷斯的设定中，云古时期古神们在与旧日支配者和外神大战，古神输了之后被放逐，并保护人类继续对抗地球上的旧日支配者。有一派认为古神对人类友善是与恐怖宇宙相抵触的，甚至不承认古神是克苏鲁神话的一部分，但另一派认为古神跟旧日支配者就是敌对，会保护帮助人类也是出自于利益，人类可以协助古神对抗旧日支配者，所以这一派的人认为这个设定十分合理且有趣，
最后就是地球古神，他们是在克苏鲁神话中原本就在地球上的神，他们统治着梦境，能力算是非常弱，有些神的智能甚至比人类低，而他们被外神奈亚拉托提古保护着。以上就是克苏鲁神话中的大概区分，更多神和更详细的介绍我们留到讲到小说时再讲。还有其他物种，像是星之彩、盖下虫族、深潜者等等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好奇后续克苏鲁更新的朋友们请持续关注，喜欢的朋友们请别吝啬一按赞订阅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